是 Erica， 嗨，我是小关。然后我们刚刚看的《征婚启事》超好看的，我们整个从头到尾一直笑。然后这个女生笑声最大声，就是没有不就是没有人在笑的时候，她还在那边哈哈哈。然后是全场最大声的人，然后就时不时有大家在前面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方向。对，然后还有一场是我们两个就开始崩溃大哭，就开始递卫生纸，对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到最后，我们还一起少女喊了陈哥我爱你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，但真的超级好看，整个超棒的，所有的演员都超棒的。对，这部戏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，我身为一个演员，我把我这一生每个角色都演好了，但是就是没有把我自己演好。这句话就真的觉得好深刻哦。对，就可能在生活当中，或者是平时，我们都想要把每件事情做好，可是对自己没有负责。天哪，你这样讲，我突然想通了，因为我本来没有很懂。谢谢你给我解释。哇，原来，天哪，更感动哎。然后就是很推荐大家来看这部戏《征婚启事》，真的一定要看。